民进党靠欺骗、靠误导啊、靠忽悠，把年轻一代呀 啊这个忽悠了啊，快呢30年了啊，快30年了。但是我的感觉，台湾的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他在慢慢的觉醒，他开始已经呢怀疑民进党啊鼓吹的这些论调啊到底是啊有没有道理，到底是为台湾同胞好还是一党自私啊。尤其是去年9合一的选举，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台湾的年轻一代慢慢的会觉醒。从这样一个啊这个现象，那么今天我们有理由来说明蔡英文当年说的年轻人啊在台湾啊是天然毒，这个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是为了欺骗忽悠台湾的年轻人。